文明不如见面。健康饮食很重要，美味面包不能少。好香啊，这是什么香味儿啊？是商人叔叔。过年好呀，商人叔叔，祝您万事如意。过年好，商人叔叔，祝您万事如意。过年好，祝你们万事如意。这次我带来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面包，有水果面包、长棍面包、全麦面包。面包，就是这个。原来这就是面包呀。嗯，我只是听过，还没吃过呢。尝尝吧。真好吃。早就听说面包很好吃，想不到竟然这么好吃。果然闻名不如见面呀。那当然了，这可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美食了。最好吃的美食，我可以尝尝吗？当然。谢谢。味道怎么样？面包是不是很好吃呀？面包很香很甜，不过我更喜欢我包的饺子。饺子？早就听说过饺子，我还没吃过呢。我妈妈包饺子可好吃了，商人叔叔，您一定要尝尝呀。饺子是中国传统美食，人们通过吃饺子庆祝新年的到来。除了过年，我们还会在冬至吃饺子呢。好快！饺子皮飞起来了。妈妈开始包饺子啦！饺子好了，阿姨包的饺子是最好吃的饺子。谢谢你们。我在白面里添加了绿色的蔬菜汁，快尝尝吧。这饺子鲜美多汁，简直太好吃了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。我可以用面包交换你包的饺子吗？我想让我家乡的人尝一尝。好啊，这是包饺子的方法，你学会了就可以给你家乡的人包饺子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祝您万事如意。白夫子，过年好。这是送给您的面包，祝您万事如意。谢谢。过年过节见到长辈时，我们可以对他们说，祝您万事如意。